出来工作，每天瘫在沙发上当一个灰尘，觉得还挺舒服的。现在想要拍戏就觉得有点恐慌，应该至少也有三公斤以上，因为我今天穿衣服就是肉都收得很好。有时候在追剧，喜欢上面的那些肉消展，是有到迷恋什么程度？好帅，他让我很惊艳，觉得一个男生怎么可以这么美。我想把我的 FB 封面换成他。不是我很快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年长的。我觉得我想要换一下角色，精细的角色。这个我们现在初步谈的状况就是，他们希望下一部新的发展当中可以有一个新的改变，新的形态，可以让我去看一下不同的世界。他会比较想演小三还是正宫？小三，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，电视台掌控的都很疼我，然后不让我演太短的东西。但其实我是很叛逆的，我觉得我很想挑战，因为平常生活中不能坏，所以我想要在戏里面坏到。你这样看着我，大概知道你想问什么。看着我，好几年嘞，四五年了吧。所以不要再写韩娱离婚多少年，怎样怎样，拜托不要。我宁愿你写我的岁数，好不好？写我几岁，对方也有对方的生活嘛，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。纠结，有人追吗？没有桃花吗？我们都在家哎，桃花在哪里啊？外送人吗？